这首歌为什么叫太阳系呢？原因是因为讲到太阳，大家都会觉得哇，这是很温暖，然后是正向的代表。那太阳系大家是围绕着太阳才有能源，才可以生长的。可是反过头来想，大家有没有想过太阳自己他的立场的想法是这样？他如果自己不燃烧自己的话，所有人都会离他而去。那因为他现在也是因为他燃烧自己太过炙热，所以大家没有办法靠近他。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身边当像我身边当中有一些平常是很乐观很快乐的朋友，然后他平常是在燃烧自己去照亮所有的朋友，然后给予他所有的能量的。其实回到家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很孤单的。对，所以我才写下了这首歌《太阳系》。如果你喜欢这首歌，或是喜欢我的音乐的话，都可以在所有的串流平台上搜寻我的名字，我叫做黄雨涵，黄色的黄，宇宙的雨，寒冷的寒。明天去突然用谈给下讲你，假设你中间个股票，假设你同去用谈给下讲你，每周的一千多挨个挨几个下个股，对，然后也可以去。做点分享本可能无谈过客家新歌、客家新风格的给朋友，对，可以就是分享给他们听。哎，我们现在有这么流行的客家流行歌这样，对，因为我在自己写歌之前，我可能也是跟大家一样听过客家本色而已这样，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想要多写一些新的歌曲、新风格、新时代的客家歌曲，做的统。全部俩哈喊糖的色哈嘎发给哈嘎你糖，对，每周的分享到全世界给哈嘎你，因为在去年的时间有去加拿大演出，然后也是去那边演出才发现哦，那边也非常多客家人的，对，所以有吓到，对，然后如果喜欢我的歌。喜欢我的音乐都可以搜寻，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表演资讯，就因为我自己写客家歌母语歌曲嘛，所以很多人可能曾经跟我说过我听不懂你的歌，我没有办法感受这样。可是在我听了另外一位原住民歌手叫做舒敏恩他的歌曲的时候，我听懂阿美族语，但是我却透过他的音乐感受到他想传达出来的能量，让我很感动，然后也因为这样希望可以成为像他一样的歌手，所以我们在10月21号的时候在Life Warehouse 对高雄的一个演出展演场地，然后我们会有一起共演这样，对，也算是圆梦。那希望中英爱的高雄爱的音乐的朋友说的同来到高雄太一家琼哈堂无琼用的理念带来给某天给按讲给音乐，对，好，那接下来就带来这首